永保在门口总有一个人推了个车，自称呢叫范小珍。这个人呢在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签名啊，签一百本书，他也排在签名人的行列里。有人告诉我今天范小珍来了，我不知道范小珍是谁，可这个人一到我面前，我劈头就说，我说你是范小珍啊，果然就是范小珍。可见的我看人的准确，毕竟画人画这么多年了。他当时非常惶恐，我呢很客气的和其他人一样给他签了个范小珍那去了，没讲更多的话。当然对一些这个犯奸作祸啊，这个真正的当起真的来了，一张假画拿到拍卖场去，这种东西是不能允许的。